早上好，今天呢是摩博会的日子，一大早呢我先把我的摩托车骑过来洗一下，太脏了，实在没脸见人了。好，洗一下我们再去会场看一下现场是有多热闹。看我车车，妹妹的全是白色的了。现在车呢是已经洗完了，但是洗得非常非常的不干净。由于我今天来的时候没有问价钱，走的时候才告诉我25，平时洗车都10块。好吧，重庆真贵。哇，太恐怖了，摩托军大队。我现在是来到展览会这边，就听见外面一排一排的摩托车轰隆隆的响，然后我自己呢在这边摸不着北，我不知道我应该去哪。刚刚呢巧克力是一直没有联系到我的对接人，现在联系上了，让我跟着大部队走。我现在去找一下，这边实在是太大了，然后又没有任何经验。好吧，先出发去找到展厅，领取媒体证。哎，美女，不可以，哈，巴掌响，这美女，美女，欢迎欢迎，啊，今天美女，你去看我，你去看我那个车，你是就是你一个人嘛？哎，对，我一个人骑。大合合影喽，那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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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合合影喽，来来来，我给他照一下。哎，我们干哥，这是我们干哥，嘿嘿。我那车子打人点点都不得打，还有那个刹车板，看看。啊，刹车板可以。我那个香香，那个香香比你那个好，比你那个香香，我那香香有你那个好。我车子打我那个后，前头保险杠，后头保险杠，点点都不得伤手。那个那个香香比，那个那个是嘛比你好得多，你那个香香。啊，你那个电车板的嘛。啊啊。美女啊，你快点到重庆来玩一下。好好好，哇，非常热情的大叔们，然后看一下这一排，然后里面都已经完全停满了，啊，我也是对我自己服的五体投地的，到现在然后还没有找到领取媒体证的地方，好吧，先去。弄好了再说。啊，我现在问了好多人，然后还是没有找到地方，重点是一个人都不认识，好尴尬呀。再找找吧。